在某品牌线下发布会上，何穗身穿一件象牙色蕾丝长裙，搭配朋克气质超强的高跟鞋成为了焦点。这款版型设计凸显女人曼妙身姿的裙子，也只有身材足够优越的人才能消化。何穗身上的这件蕾丝裙打破了蕾丝裙给人的传统印象，裙子领口设计大胆，露出大面积胸前肌肤，妩媚迷人。除了领口设计格外大胆以外，裙子的收腰也一目了然，因为明显的腰身界限，上下半身对比十分鲜明，不仅可以起到显瘦和显高的效果，而且还很适合臀围大腿围比较宽的女性。象牙色的裙身配色更是精妙绝伦，这种近似于裸色的配色与蕾丝材质的结合，可以呈现出一种透视感，好身材在裙身下面若隐若现。何穗这件蕾丝长裙的裙身上面还加入了线条形状的黑色刺绣设计，黑色与象牙色底色对比鲜明，同时还让裙子拥有更强的质感。喜欢就订阅呗。